唔讲唔知，真系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。目前买屋平过租屋，你冇听错，只需千一，真系平过月租。唔信嘅话 ，Let me show you。大家好，我是 Angie。目前市面上出现太多没有政府注册的产业推销，都自卖自夸。聪明的你必须要选择一家有经验、值得信赖的中介行。老字号 Kim Rowdy 在产业界已经超过40年的经验，会保障消费者权益，提供最安全的交易。 Nikka City Central 坐落于吉隆坡，围绕着繁华的都市生活，无论是自住或投资都让人称心如意。而且有五大特色，Nikka City Central 衔接六大主要高速公路，方便至极。除了 LRT 近在咫尺的，还有 KTM、TBS， 而且 MRT3 也正在计划中，只需8分钟便能到达 KLCC 以及 Mid Valley， 省下很多时间，可以让你生活品质大幅度改善。地税、门牌税、水电单都依据住宅税，会比一般服务式公寓来得更加便宜。它只有223个单位，每层只有10个住户，低密度自然会住得更加舒适，更加安心。这个概念是一套房可住2家人，别小看这个 studio unit 哦，它可以分租出去3代同堂，或成为你的工作室，方便自己之余还可以省下租金哦。有这2门之隔，完全不会影响你的居家私人空间。 Nikka City Central 竟然利用了4个楼层打造了50种公寓设施。只要你想到的，这里都应有尽有，无穷乐趣。无论从小型的 7-11 到大型的商超，以及休闲公园、银行、医院、美食、快餐店，甚至不同年龄的教育机构等等，都近在眼前。这么方便的住户体验，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吧，肯定能够满足你生活上的需求。我讲咗咁多，系时候调翻过嚟问问你哋，能为你哋悭时悭钱，仲可以赚钱嘅公寓，心唔心动？心动不如行动，请立即联络我哋。